那大家好，我是陈子，今天做一个 unboxing 的视频哈。这两天你知道新加坡的这个疫情哈是节节升温哈，又创新高了，所以又开始了打包的日子。所以今天外卖是叫什么？南大门米糕，这个刚刚送到的，看到没有？非常诱人的，很香。今天这个是红枣、黑豆、黑芝麻打糕哈，然后呢还有一个是白玉桂花糕，白玉桂花糕。然后呢，我面前呢有打包的这个，还有这个 cooler bag， 打开看一下。有这个喝米，这是他们家的招牌，我们点的这个是五色宝和香鱼味，它有好几种口味，今天点的是香鱼的口味的。等一下我们就要开吃了，先看一下。哇，很诱人的，上面有厚厚的一层 nuts。 哇，我看上去不错啊，它这边是香鱼，然后这边一层一层的，这边是 nuts， 然后这边应该是有一些那个olive cream， okay， 一层一层的。然后呢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醉人鲜冰粉，粉红色的醉人鲜冰粉，这颜色很漂亮。哇，就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冰粉呐，我们叫那个冰粉，然后里面有红豆啦，有很多的配搭的，看上去非常的诱人。然后还有什么？然后还有这个是百香果琉璃绿茶，一会儿我们就要喝喽。这个还有他们家的一个最近卖的比较好的，我没点的，这个很温馨哈，他还送你一个这个冰袋哈，所以确保它刚刚冰冰的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看一下，哇哦 ，For you have a good time， 来看一下，怎么开这样？哇哦，哇哦。哦，这个是那个糍，那个叫什么糯米糍，我最喜欢吃糯米糍了，看到没有？它是六个口味的，有不同的口味的。哇，看上去很诱人吗？看到没有，六个不同的口味的。开吃了，现在迫不及待要吃这个白玉桂花糕，南大门的。它这个糕好像是每天现做的。很香，它上面有那个桂花，非常香。然后迫不及待的很想吃尝尝这个，你知道的这个，红枣红豆黑芝麻打糕，网红甜品。我这个期待已久了，红豆我最爱的，黑芝麻我最喜欢的。哇，还是糯米哈，够糯的。然后那个红豆、黑芝麻，还有那个红枣哈，真的很香，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年糕，但是它的那个层次感更有那种层次感，你知道吗？这三样东西放在一起哈，啊，超好吃的。我跟你说，今天还有一样特别，我觉得这边是很有特色的，它是那个鱼泥，那个他们的招牌也是五色宝和鱼泥味哈。然后你看它上面这个 nut 就很诱人了，哇，这个完全是抵挡不了，哇，它很有层次，一层一层的，看到没有？它上面那层是 nut， 很多很多的 nut， 然后上面那层有那个好像是 olive oil 的那个粉，所以它放在一起很香，很好吃啊。然后现在就 cream， 然后你慢慢慢吃着，好像宝藏一样啊。最后这个就是紫色的鱼泥，这个我跟你说当天吃最好吃的，但是如果你要放在冰箱里面哈，应该是可以放好像是两天，放冷冷藏 ，very nice。然后还有一样哈，他们的冰粉。也是很受欢迎的，最近也点了冰粉，尝一尝。红豆，上面很多红豆，哇，超好吃！今天这个是最鲜冰粉的，好像叫最鲜冰粉。哇，好过瘾啊！酸酸甜甜，上面配料很丰富。还有一样啊，这个很喜欢的，我觉得这个自己吃或者送人都特别好。它现在有promotion哈，有六个口味。我今天点的这个 one set 哈是22.8元，原价是差不多25元，所以它有五样东西，就刚才的打糕，然后白玉桂花糕，还有那五色宝和芋泥，还有百香果，对，百香果琉璃绿茶 ，Cheers。哇，超过瘾！好，这个很让大家试一下。我觉得这个哈，它这个应该是芒果的，黄色的。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吃，它的包装也很漂亮哈，就是自己吃或者送人都非常好。我们尝一下它的味道哈，直接用手了，我感觉有点像那种叫什么哈，麻汁，没有这个麻汁。好像他们家有榴莲口味的，哇，超糯，哇，我觉得比麻汁还好吃，因为麻汁是有点硬的，它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柔软，那我感觉哈。我感觉什么？